洒海上来，普照民间世世代代，每周天际尽却开，释放心中不受敬拜。神迹妙灵照应，一枚飘飘上云端，千年和青海眼，每周祖庙如台湾。能撑开破万里惊海，流传数百年来，必有苍天与民同在，虔诚地膜拜。鹿港的妈祖生灵护台湾，鹿港的妈祖民间世世代代，每周天际尽却开，释放心中俯首敬拜。神迹妙灵照应，一枚飘飘上云端，千年和青海眼，每周祖庙如台湾。Yeah.
对，他自己会带的。自己带财啊？对对对对。江浙六港停留中，泸州天上圣庙典礼，典礼开始，全体肃立，礼声正分扬。请请神，悠远人民请神降临，悠远财气神通万里，日月时量天地开疆，分享拜请六港天后宫，泸州天上圣庙。今天是107年4月28日，农历戊戌年3月13日，同安寮十二庄请妈祖，恭请泸州天上圣庙吊敬祝福，祝驾同安寮奉安宫平台大公馆，由同安寮十二庄大总理陈金田率领奉安宫主任委员陈金秋，今年入主施文清，奉安宫大总理刘福先、刘俊浩、刘应罗全体委员，以及十二庄各宫庙诸位执事人员、贵宾。馆长魏明国先生、六港镇长黄正安先生、保阳乡代表魏先生、黄永平小姐，及蒋先生代表林等，今日参会经过代表之余，敬拜天后宫泸州天上圣庙及全合庙立威文武诸神，行三上香礼，一上香敬拜。遥务顺，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，在上香敬拜，祈求天上圣庙保庇十二庄，请妈祖两工人员车辆平安顺利，三上香敬拜，祈求各宫庙求火天神，神火天吉，罗汉掌地主，合家平安。十二庄请妈祖圆满成功，礼生请一香。主席官请复位，行献高礼。主席官恭请奉安宫主任委员陈金秋先生、奉安宫第二楼主施文清先生。主席官请就位。行献高礼，礼声请进贺。献贺敬拜，再献三献，奉来仙桃参仙果，奉庙仙桃会结果，仙果献礼来团拜。祝贵平安满地开，你礼生请收下。主席官请复位，行献在彼礼。主席官恭请保安宫大总理刘福先生、罗岗镇镇长黄正安先生。主席官请就位，会议官全体贵宾及现任代表就位，行献代表礼，礼声请进代表。现代表敬拜，再献三献，献宝恭敬神威寿。现尊敬，谢
信心进步上天台，祝福千上天降来，这生请修炼。主席官请发挥，请全体主席官、会练官、仪练者，全体现身台顶，向鹿港天后宫、二洲天上圣庙以及立威文武诸神，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Thank you.
恭敬传修，恭敬传礼，中华会用传世主，向中国兵传礼，你们记得哩，暂时要做几条地方，我们还有，对待这道主要我所在，听到有在提高，各位观众大家。Thank you.
中万里，世界虚荣，夜夜太阳，文章拜请，同党新作业，二周年上新票，今天是1987年四月二十八日，农历戊戌年三月十三日，龙安寮十二庄请妈祖，恭请二周年上新票，廖燕祝福。祝感动安了，洪安中迎来大公馆，求安中大公理，求福仙先生，求尊豪先生，求元老先生，全体人员以及十二庄各中庙诸位执事人员，各位贵宾，众贤士大德灵殿，今日香火先过大德之仪，敬拜新罗经。二周年上圣庙，以及全十庙，列为文武主持，迎三上香礼，一上香敬拜，祈求福调五顺，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，再上香敬拜，祈求天上圣庙，五比十二庄，请做文章。人员车辆平安顺利，三上香敬拜，祈求各宗庙香火延伸，神威天杰，罗阿将地主合家平安，十二庄请妈祖圆满成功，提醒请一张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这一趟我懂了。